今天是2020年12月20号，现在是下午的2:19。前几天说今天是这天气是下雨，结果呢变成雨夹雪，然后实际上是在1点之前。一上午时间是下的小雪的，然后到现在呢是下了点零星小雨，但是还 OK，路面上还 OK。我看一下天气已经有变化了，下礼拜估计这种雨雪混合的天气会不少啊。这都还行，就只要是晚上不上冻。不结成冰，都还 OK，但是就怕晚上上冻。下礼拜我现在看天气，下礼拜礼拜五和下下礼拜一都下雪。哎呀，就怕这种时候，雪还没有化干净吧，又来一波，又来一波。哎呀，这就要命了。我现在没有接单子，我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。一个礼拜的吃食都吃完了，差不多。我刚来的时候吧，其实生活吃这方面也不算太贵。现在物价涨了，差不多可以说。和在外面吃略接近于在外面吃了，就是说你其实你自己做花的时间加一块儿，和在外面买的吃其实差不多的，没有很大区别。没有很大区别。我还是去韩国超市啊。亚洲超市它有很多东西，你能买到。像老外超市，我很多东西我就买不到。昨天其实录了不止一个视频，录了3、4个视频，后面3个视频呢都是我都没说话，我都开着这个广播音乐，开着广播音乐。后来我就查了一下。这广播音乐吧，也算，也有可能是算那种侵权，这样的话我就有点不太乐意了，我就没有上传其他的视频了。我不爱说话了呀，我就把音乐一打开呀，广播啊，我就放个音乐呀，结果这个感觉这个版权这个东西很麻烦。就没有上传。这次我今天也不会录太多视频，可能就那么一个。天气不好，也没啥录的。待会儿下午看一下，看一下如果是晚上光线又不好，就是最烦人的就是光线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烦这种车。今天、明后天还、明下个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天气还算 OK，多云、阴天。礼拜四下雨，礼拜五下雪，礼拜六、礼拜天阴天多云。下下礼拜一下雪，礼拜二阴天多云。这感觉有一点那种回归到之前的那种天气了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那种天气。
就是下几天雪停几天，然后再下几天，然后越盖越多，越盖越多，整个路面就是，对不对？你一个礼拜下一天下20公分，一个礼拜下两次，是吧？这就攒到了20公分了，然后半个月呢，就有可能攒到40公分了，是吧？一个月就是攒到半米多了，是吧？80公分，将近一米了，哎呀，这就是非常恐怖的这种累积。现在往那个右边拐，你看这一次我们那个看左边那个电线杆上，是不是有那个圣诞的花圈啊？前几天我就看见了，后来忘了讲了。这圣诞花圈吧，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县政府弄的。但是我看一下下面有很多那种商家的牌子，我就明白过来了，这是商家赞助的，就赞助了这条街，这条主街，再往南就没有了，一直到这个火车站这儿。又打哈欠，哎呀！打哈欠。昨天，有很多人，很多昨天也看了有些人说，我为什么反对这个大秦赋怎么怎么地的和历史结合，有错误之类的东西。我觉得引发这种讨论就是这种电视剧最大的功劳。至于是不是符合历史什么东西，只要能引发讨论，有人去查证。这就已经很好了，所以说很多人就为了批驳而批驳，我觉得一点意思没有，是吧？当然啊，我介绍的比较偏一点啊，都是偏重于个人推荐的啊。那个现在网络有很多排行榜，有很多比较当红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也没时间看，是吧？一天看一集两集，有时候周末熬夜，不是周末就是休息的时候熬夜看的话，是吧？看个七八集八九集，这又天就快亮了，哎，所以说时间没办法，得挤出来，你就得压缩你的其他时间，睡眠啊，其他时间。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，买东西回来还拍不拍呢？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不会拍吧。今天上传一个视频就够了。但是我发现我这个摄像头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录完了之后，你可以再把它给剪出来，或者是后期配个音，这样的话还 OK。
但是我没时间去做这些事儿。这时候上高速就麻烦了。上高速的话，哎呦，就是水汽、雾气和那个雪，它这个雪，它有那个有工业盐在里面，所以呢，它一旦飘到你的窗子上面呢，或者飘到你的车身上面呢，那个水被吹干了之后，然后就剩一层很薄。很薄很薄的那种盐粉，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有一就是很脏，这一层灰那种感觉，其实是一层盐粉。像我昨天前天拍的视频的时候，不是感觉玻璃上都很脏吗？其实那不是脏，也不是雪，是那个水干了之后，留下的那种盐粉，特别那个。行了，我到了，我不说了啊，就到这儿吧。今天也录了十一二分钟了。哎呀，今天天气不太好啊。